今早晨，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韩国台湾市长蔡文灿也同日就出席了2023世界客家博览会世界馆的开馆仪式。没想到场外才有民众提呼呼喊喊，讲台湾市政府是会是愿意安排别的前来参加的博览会，含当提供台湾的学生的营养午餐的经费。警察的屯民众双方错夹到过离开，开讲二十的非常闹掰，是乱吵吵的。在的预算来这样子消费客家人，警察不要打我，警察违法。警方同彩虹的充满大烂贴，双方上马比杯，慢热超唔用慢热。也前线发生土桃园航空上乌杯，二零二三世界客家博览会世界馆开讲二十的时间。昨天早晨，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桃园市长蔡文灿出席世界客家博览会世界馆开馆仪式。不过，场外超有人骂到眼睇上，讲政府打算人民的纳税钱去创世界客家博览会，而实体是五亿元。最为人诟病的就是15亿的预算里面，竟然有12亿是来自于中央客委会的前瞻预算。你把这种放烟火式选举年会遇到的绑桩跟办活动烟火式的花费拿来做这种举债的因应，对得起民脂民膏吗？桃园府当行议员陈信彦就争议市政府私贷生意按多钱，却为到人民提醒以前来当顿呢，根本系爱重视体贴的厂商。对呀，桃园市客家局长王富淑雄出来独到正义讲，你要拜你要世界观吼。发包的时候，你啊表案的时候，其实流表两摆，其实我哋都全部按照你啊采购法的尝试来做。朝阳政府私底按多钱，批藏枪入黑幕，超模体力发图，不过经费按样的公开透明，沙来的藏干按样的运用，站外门内干见来见到。下昼连白卷副分子桃园报道。